is not permitted on this flight. Smoking in the aircraft toilets is a对不对？哦，木，这个这个人工湖呢，现在就在坎培拉的中心啊，市区啊，分成了南北。魔桂山庄作为一个顶点啊，然后两边呢两条这个路就是三角形的两边啊，这个构成了一个这个腊肉啊，那当然了，猪肉、牛肉、羊肉啊都有啊，这个常常带树了，看到没啊？他们看到好大一只啊，他们看到这个动物啊，用跳。 帽子衣服，啊，它都集中在一个区里面啊，商业区。Ansett就是纽澳军团 Australia 啊，这些酒店，你看上面根本没有几栋房子，对不对？坎培拉根本就没几栋。呢，在世界上啊，已经建立了，可以打到这里来。 可是呢，他是有这个，所以呢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呢，他就打了啊。这个当然，他愿意把这个战争的事情用国的这位建筑师啊，这要做好多事情才有办法的哈，才有办法让这个本地人感觉到哦，真正哦，这个有几部车子的啊，培拉哈是有车的，除了这个之外不能。 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中国那个宫殿的哈，他所用的啊。这个里面呢有花园啊，早上我们跟大家讲到，这个里面有这个非常好的中餐师傅，中国师傅做菜的啊。他底下跟乔治演讲啊，这个乔治给他办欢迎会，他在乔敏呢所发表出这些这个言论哈。 这个代表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刚上任的，就代表了这个做这个各地的各个单位的人住这里哈，等等啊。那屋顶很斜，这表示这个国家下雨一定下的很多。一个人结果怎么办呢？被抓到警。Singapore High Commission 啊 ，Singapore， 你看到有很多的空地，那个空地哈、哦、还是保留给很多国家哈、哦，将来要在这里盖的哈、哦，困扰的哈、哦，那个经济货币贬值这么厉害啊，这个。 这个，但是呢，是美国的邻居，古文明那个埃及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只是刚好名字一样而已啊。埃及大使馆，左手边 Embassy of India 这个印尼这个国家哈，这个跟这个边呢，澳洲总理和这个印尼他们现在互访，就是这几天要去咯，这个 John Howard 要去了哈。左手边法国大使馆。 这个啊，结果那个他们做墙，这个大使馆不是哦，他旁边呢，你看都是金属栏杆，栏杆的下面那个红墙里面是实心钢板，是对象哦。那个他的大使馆被攻击过好多次了，然后什么人肉炸弹、自杀的车子开进去，这个国家也蛮有霸气的哦。这是哪个国家？美国大使馆哦。这个别的国家开出去的车子啊，都是日本车。 从日本大使馆开出去的全部是美国车，然后大家喜欢这个 Rota 提醒我们，这个是 Burma 是什么？文莱的文莱大使馆啊，是算是个小国了啊。啊，左手边啊，爱尔兰两岛半啊，这个爱尔兰大使馆啊，右手边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西班牙大使馆啊 ，Embassy 系毕业的啊。 这个坐在后面啊，好，一条一条直的，连个转这个圆圈都没有啊，一板一眼这个民族啊，常驻有没有看到啊？希腊大使馆，大使馆。
左手边哦，这个一看就，哎，那这个房子大家就很熟悉了。大家这个台湾的朋友出国开始玩，路的对面哦，这个是有。反对党的议员坐在右手边，中间这个转弯这个地方是谁呢？是这个独立人士啊，或者是中间党派他们所坐的这个地方。上面呢，这个是旁听席，这边、这边、这边，还有这边啊。那这个等一下我们进去的时候呢，因为没有开会，我们坐在这边的国会里面最资深的。我们现在是在参议院，众议院它这个功能呢，运作的方式非常类似。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众议院呢，在这个最前面的这台位置前，这边坐的是什么？就是坐的是什么？在澳洲这个里面，这个里面呢，他已经很熟悉这个国会的运作。透过这个咨询的方式，这个下午，
麻烦。That side？ 麻烦，这边三排坐过去好不好？这边。可是我这里很窄啊，我只是。参议员，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啊，那个小姐跑去问那个小姐，那个参议院的人数有没有变化呢？有没有变化？众议员的人数，过一次选举的话，有两个多月以前啊。那个澳大利亚联邦国会他们的组织在参议院里面，澳大利亚列出来的人数是12个人，12+4就是76，所以澳大利亚联邦国会参议院里面呢，他选举的时候他要选76位。众议院怎么选呢？就不一样。众议院呢，它是照你这个州人数的多寡哦，你的人多，你选的多；人少就选的少。那目前呢，就是最后一次这个选举的时候，增加了2名众议院。现在众议院的人数是多少呢？150位，上一届是148位。所以你平均一下，现在大概是多少呢？大概是差不多这个，我们现在讲澳洲有2000几3年全部换掉。众议院就不一样了，众议院的议员任期是6年，可是呢，他3年也是选3年选一次，每3年他只换一半。有所有的法案要变成法律，他一定要怎么样呢？参众两院都要通过一起啊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所有的这个关于这个议会的这些新闻资料等等，全部是国会统一发布、统一发布的啊，他不能够你自己进来，你可以来采访。记者席在这边，好，在这边。那在这表现的这个表达的意见上，他就不同意，或者是有看背后，代表了澳大利亚联邦永远，然后在旁边呢，再过来那个小朋友说，这是会议的记录，啊，会议记录。开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来这里，他正好在开会；有的时候在看电视，你会发现澳大利亚也不亚于我们的立法院这个情形啊。大家要表达意见的时候，常常哦也是说真的面红耳赤的，经常有。可是呢，他们这个在僵持不下的时候，这个你听不到对面的人讲话，对面人讲话你也听不见。中间那个水的那个民主是 conversation， 是妥协。真正的民主哦，就是大家接受不同的意见。台湾呢，这个澳洲不问题啊，这些人受过高等教育。我们这个如果换一个方法想的话，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。今天我如果认为我对的话，那别人会不会对？讲起来是蛮简单的一句话，我们出了大问题。国会议员是选几万人，150个人，因为已经待定了，我们做这个来，我们上面我们都做得到。这个问题啊，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问题。有些人只有众院没有参院，只有下院没有上院，一共是120个国会议员。那这个工党93+11席的多少是64啊？哦，也许11，也许12，可能会成我的记忆可以联盟啊、哦。那这个呢，就可以在这个国会里面呢、啊，这个达到这个他依照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度啊做、哦。他如果要做一些，因为那时候他只知道这个政府的这个组织啊，这个内阁的这个组织啊，依照大选的时候民意的那个取向，民意那个走向，他再来做调整。比方说，我没办法留难民，国际难民都一年要接受10000个难民，这些人来了，船他就不走了，你不接也不行，可不可以？你用合法的方法来怎么欢迎？但是我们不欢迎你用这种方法，让这个民意调查都是。
哇，真的是，安迪给你的人民币呀，好漂亮啊，这里画的这么美。面对这边，你看，哎，不要站了，你爬上去给我看。哎，有你，你以后可以这样子。你如果有一个，是用塑胶，对，喝水。对，它一定是用活水做的。好拍照。快，妈妈咪回来，妈咪。建筑与公共场所全部都位于格里芬的政府组及议会小区之中，包括澳大利亚最高法院、
国库部和联园现在已是伯利格里芬湖滨中心的正式花园。堪培拉的零售业中心位于市府礼堂公园、泰勒皮亚公园、科林斯公园、维斯本林地的理想。这个紫高的这个库克纪念喷泉应该是10点到12点要喷，可是现在不喷。野生的大型鸟类屁股的话你都看得到。雪梨实际上啊，直接走的话就是半天路，但是要离开高速，这个高速公路，离开主要道路要去蓝山，所以跑起来啊也是感觉上是一天路啊。这个进雪梨以后呢，这个明天晚上 check in 到雪梨的这个酒店以后啊，这个就不搬家了啊，连住两个晚，这个帮我们转一转，经过什么呢？经过那这个世界各法律啊。这个适用范围啊，这个非常广。比方说，有的有意见怎么办呢？你还可以上诉哦，上诉到英国界的地方啊。这个就由这个小孩子啊拿起这个国会啊，参院众院就在这里运作。不过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变成什么呢？一部分变成办公室啊，这个白色的房子很突出啊，很突出。那为什么呢？他要这个当初建的时候不先直接建个国会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先建个旧的再建个新的？这个当初最早的时候啊，这个澳大利亚联邦成立，他们有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概念，但是呢这个需要没有那么迫切，一直等到什么呢？他这个运气也不好啊，这个1901年建了以后啊，这个1911年早地，13年有这个梨啊，这个有一种农产品看季节了啊。这个樱桃呢，现在应该还不算很便宜，因为樱桃出来啊，可以说是这个淹水的地方啊。西雪梨，我们明天进去那个路上。G for George， 这架飞机有个名字叫 George， 这架。信鸽，老百姓。哇，你的油丑啊！你看，你妈的！
集成了以后呢，把这个船打捞。嗯刚看的。法国巨炮在那。然后配那个小菜，这个第一天吃粥，这个吃到最后一啊，你到香港去呢还是比较麻烦。不过比到欧洲这个日耳曼人的这个个性啊，这个南边的人认为呢，这个北边的人是野蛮人 ，barbarian 啊这个字啊，这个我们就是到今天为止啊，我们到这个欧洲北边，那南这个北边的人看南边人呢？哇，认为这些人很懒散，哦，这个古罗马帝国的时候啊，这个女人是不做事情。这去大家有朋友说，昨天晚上那个晚餐那家的餐厅口味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在国外。